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我的一个粉丝发来的信息，我一看，他说啊，他当初非常的后悔，不听我的话，去什么微信群里发朋友圈就能赚钱的事，现在好了，还上了电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来，简单轻松。微信每天发个朋友圈，发三条就可以了。第一条是发了个产品的链接，然后第二条就是宣传，然后到晚上了就发工资的宣传，就每天可以领工资啊，领25块钱。朱女士说，工作内容非常简单，只要加入一个微信群，群里面有几个助理把任务发给大家，基本上就是把各个微店的商品链接转发到朋友圈，之后再发一条宣传这份工作的朋友圈，把朋友圈内容截图到微信群里，助理就会以红包的形式给大家发工资，领到工资以后再截图发个朋友圈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，他们做的这种啊，每天只要在朋友圈发三个消息就可以领到25块钱。后来呢，越做久了，他们的群主就叫他们升级。怎么样升级呢？很简单，分为四级。初级群你先进去的时候就要交298，到中级群就要交598，再到高级群就要交898，到特级群就是1198块。结果她拿她老公的身份证，不是身份证，是手机号，还有她父母的手机号，还有亲戚的手机号，一共8个号，都加入了不同等级的群，每天领到的钱都不一样。正在他做着春秋大梦，准备每天领入很多钱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看，百多现在全部都就是把我们踢走了，然后踢了出来。哎呀，所以他发信息给我，最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天上不会掉下馅饼，大家不要贪这些小便宜了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要是大家觉得有用，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看吧，让他们也受益，不要再上当受骗了。好，喜欢我的视频可要记得关注和点赞哦。